飞翔，故地乡，飘落家园，大家结年又结缘。戈壁，戈壁和戈壁，浓浓香，使人情味。你一杯，也我一杯，围绕河北聊一聊，轻谈欢笑。来到爸爸和戈壁钓，生活充实又幸福。饮杯咖啡醒醒脑，烦闷心情分解了。喝杯戈壁欧子快给，说话轻松又开怀。海岛心情都富足，生活简单就是福。戈壁两杯。哎，表表，你没有发现哦，今天的戈壁钓嘛，好像特别安静耶。啊，你这样说哈，我也觉得我的耳朵啊，特别的那个大压力啊。对，你有压力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哈 ，Morning everybody！ 哎，戈壁佬，早餐 set A 一份。哇喂。现在几点了啊？啊，你还吃早餐哦？我看你啊，人生之中的字典里面呢，根本没有压力这两个字啊。喂，压力这种东西呢，是许许多多，很多很多。回来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文文，哎，文文，你回来了啊？是不是很想念我嘞？我学校放几个月大假，姑姑说娟姐还有小辣椒去了回到乡下吗？不是叫我来帮忙咯，古装又不是时常来我。哎，姑姑呢？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压力来了，压力来了。哎，我们的安静哈贝斯。哎，你们说，你们说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说啊，简直就是大错特错，真的是气死人了。喂，做梦你们这种表情啊？哦，没有啊，我们听到你说什么搞错，所以就哎皱眉头喽。啊，是啊是啊，我们全部是一家人的，好这样吵得好，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嘛哈、哦。你们讲什么啊？听不明白的？哎，表姐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讲什么发什么牢骚都好，我们没有边要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包租婆嘛。哎，我们哎，你到了啊？是啊，姑姑才到。哎，姑姑，什么东西搞错？哎呀，不要讲了啦！刚才哦，我去那个 BB Plaza 哦，本来想要去买东西的嘛，怎么一去到哦就关门了哦。我听人家说是因为政府要建那个什么 MRT， 所以逼他们搬迁哦。你们说，你们说，政府是不是大错特错？哎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，前几天的报纸啊都已经有讲了嘛，你自己没有看报纸，所以啊不是白跑一趟喽。就是啦，我也是从我朋友那边听说过。哎呀，姑姑你就不要生气了。哎，你们不觉得哦，这个 MRT 就好像一条霸龙这样子咩？哎呦，那个苏丹街哦，为了它又要被拆毁哦，现在连这个 BB Plaza 也要被关闭哦。哎呦，为了建这个 MRT 啊，有必要拆这个关那个咩啊？哎。这样包叔伯讲的好像很有道理这样哦，为了这个 MRT 啊，好像引发很多问题这样的。那那那，话不能这样讲的哦。有一句话叫做好事多磨，建这个 MRT 啊，一向都是有利于人民的嘛。为了大家哦方便啊，牺牲一点点啊，是需要的嘛。哎呦，难道保留那些文化遗产啊和那些有地标性的建筑物就不是大事吗？哎呦。我说哈、哦，为了建这个 MRT 啊，政府啊真的是大错特错啊！那是因为政府觉得呢，啊，建这个 MRT 呢，比这个保留文化遗产啊和这个地标性的建筑物呢来得更重要，凡事都有轻重的嘛，所以才会讲啊，以大局为重嘛。哎呀，我每次都没讲啊，我现在很好，爸爸，快点去拿一杯果冰冰来。哎呀，我不爽哈、哦，我就加你的租金啊，看你到时候会不会以大局为重。哇，你这个什么烂道理啊，加我们租金哦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去啊？我不去。不去啊，好，下个月开始哦。大局为重。
喂，大局为重，大局为重啊，冲啊冲啊，息怒啊息怒。你见什么 MRP？ 哎呦！哇，今天的雨还下得真大，刚刚我冲凉的时候啊，还被雷声吓死。哎，不止今天啊，接下来每一天都下大雨的。哎，俊儿啊，你转行不卖保险了，去做气象台啊？哎，不是我，我只会预测哦。我的包租婆每天都狂风暴雨，打雷闪电啊！哦、他一定是不想活，想被雷劈啊！气象报告说啊，我们已经进入雨季，整个月都会下雨。还有啊，预测哦，这个星期每天都下雨啊。下雨天啊是最舒服的，幸好明天我不用上课，不然啊我一定爬不起来的。哎，光耀哦，被派去柔佛教书啊，政府说那边缺少华文教师啊，不懂那边有没有下雨呢？最近天气不好，我怕他会感冒啊。哎，话说回来哦。光又被派去柔佛，那派得很急效哦，我们都来不及跟他讲拜拜，他就走掉了。哎，水果切好了，大家过来吃啦。哎，你们说什么下雨啊？哎，那就对了哈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到哦？那每次下完雨之后哦，把包裹闭掉吗？那个面档啊、茶水档啊，地上哦都是雨水的痕迹啊。哎呀，我担心哦，把包裹闭掉漏水。哇，这样如果我们做生意漏水的话，这样怎样做生意哦？每人泡茶的时候啊，分分钟啊掺雨水啊。哎呦，漏水是小事啊，我是担心哦，隔壁店会淹水啊。哎呀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不要乱讲话，这边吓人啊！吃水果，吃水果。哇，为什么满地都是水啊？哇！哎呦，我昨天啊就是担心这样的情况啊。哎，那包租婆说啊我夸张哦，那你自己看啊。我哪里知道真的是地水哦，我以为那些水迹哦是我们平时洗碗的那些水滴到的吗？哎呀，现在不要讲这样多，我们把面档啊还有鸡饭档还有茶水档啊全部抹干净，不然今天怎样做生意。OK， 这样我就负责抹面档咯，古筝你就抹鸡饭档，然后表姐还有隔壁老你们就负责茶水档咯，姑姑你就抹地啊。啊，我要抹。哎呀，我啊是一个租客啊，我也帮忙啊。你啊是个老板娘，你不做可以的，那我的租金你就减一点点给我了，我不介意的。你昨天没有听到口水王讲什么没哈？我的天气是每天都狂风暴雨的。哎呀，那是昨天吗？口水王只是讲笑而已哈。老板娘啊是一个很美丽可爱动人善良的女人，还有人间人爱，车间车都不要在啊，那你可以天天都狂风暴雨的那样。哎呀，表姐你最了解我，人间人爱啊，车间车。妈，喂，我怎么在妈地啊？喂，哎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呦，准过中字啊！我看我今天要买啊，这个八国变成的门牌，这样肯定中头奖啊！啊，你这头奖中啊，何心路啦？哎呀，没有听人讲过咩？水淹旺地啊，火烧旺地是吗？哎，总之差不多啦，差不多意思啦啊！哎，隔壁老王，哎，我的鸡饭档啊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边也差不多快好了。不过包租婆，我看那个气象报告说哦，最近这几天都会下雨哦。等下我们开门做生意的时候哦，而下雨漏水的时候怎么办啊？是哦，很不方便的嘞。这样哦，要不要找一个人来修理一下啊？修理？哎，天花板漏水啊，肯定要修理啦。哎呦，看你们俩一点都不了解啊。你们说要修理就是要包租婆出钱哦，要包租婆出钱啊，他肯定跟你们讲哦。不要修理！哎，口水吧！哎呀，你真了解我啊！哎，我对安迪啊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安迪，怎样？现在到底修理还是不修理？不修理！文文，快去拿桶出来装雨水。OK， 马上就去啊！
哎呦，怎么漏水了？今天隔壁上什么事情？你看那鸡饭里面全部中了雨水，你叫我怎样吃？我不要了，哎呦！我的碟都被雨水了啦，我也不要了。哎呦，包租婆，你看是不是啊？隔壁店不装修啊，怎么样做生意哇、啊？你看现在怎么办哦？哎呀，电话又响啊！哎呀，谁来的？Mary 啊，啊，找我喝茶。好，我马上来啊，等我，等我，很快的啊。这又是 money mood 啊哈？哦，还要啊，下雨啊，都走出去呢。包租婆啊，可以借我你的手机一下吗？怎么？你手机坏了啊？没有，我是要借你电话来关机。我们是要跟你谈东西，没有的话哈，谈到一半哈，等一下你那个 money mood 又响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周末今天啊特别累啊，哦，想早点休息。要走，那今天跟你谈不好啊，隔壁店漏水装修的事情呢，你呀、啊、别想睡觉啊。老婆啊，隔壁店嘛漏水的问题啊是大家的问题，你就坐下来跟大家谈谈呐、啊。哎，坐下坐下，坐下坐下。就是啦，包租婆，我们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嘛，你这么爱理不理这样的。我不是不要理，是我没有办法理。哎呀，装修不用给钱啊哈。还有啊，装修期间哦，我们不能够开档做生意，对我来讲是双重损失啊。哎呦，包租婆，你讲来讲去都是钱的问题罢了嘛。那这样好了啊，钱的问题呢你就不用担心，我们商量过了啊。装修的费用呢就不用你出到完了，我跟表姐出一份，这样可以装修啦。不然这样子啦，装修期间呢，你的鸡饭档呢我们帮你移开，然后呢面档还有茶水档呢我们就做生意咯。你看鸡饭档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哎呦，怎么又不行啦？我讲了不行就是不行了，不要再问了啦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装修这件事哦，啊，迟点再谈，迟点再谈。喂，我要睡了。哎，包租公啊，你去劝劝包租婆啦。啊，好了好了。老婆啊，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谈有关隔壁店漏水的问题咯。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刚才在外面呢、啊，已经被你们烦了一轮了、啊，很烦了你们。我不是讲了吗？要迟点再谈。哎呦，现在是雨季，这样漏水，大家怎么做生意？如果你觉得装修费贵的话，我可以出钱啊。最重要是大家能够继续做生意嘛。哎呀，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啦。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反正就是有问题，你不要再问我了啦。哎呦，现在哦，大家不能做生意嘛，大局为重。哎，把漏水的问题解决掉，哎，大家能够做生意，要不然呢，隔壁店损失更严重啦。哎呀，只漏那几滴水罢了嘛，过了这个雨季哦，就没事情了的啦。好累了，我要睡觉了啊！不要烦我，不要烦我。喂。哎呦。隔壁啦，这水桶的水都满出来了，再倒一下。哎呀，不用倒啦，这样漏水哦，都做不到生意的啦，给他继续漏。哎呦，难道你们要等雨季过了，过后你们才开档吗？这样会损失很多生意的。包租婆啊，你就帮帮忙一下啦，移开你档口一点点，给人家做装修，让大家都可以做生意吗？我没有说不可以做装修，我只是说迟点再谈。哎呀，更何况哦，我的鸡饭档怎么样啊？你的鸡饭档？我的鸡饭档哦，那个风水师傅有说，哎呀，我不可以移开的，一移开哦，就破坏整间隔壁店的风水呀、啊。哎，不是哦，那个风水师不是这样讲的哦，他讲那个隔壁店的摆设呢，要时常经常换这样子，才会有生意的哦。那个师傅哦，他私底下有跟我讲啊，哈，所以你们不知道哦。总而言之哦，我讲不可以移开就是不可以移开了。哎呀，
反正哦，你们呢都没有开档做生意，这样得空，你们就自己装修啦。还不行呀？喂，包租婆，现在是你逼我们开不到档哦，不是我们不要开档的哦，根本就是两回事。哎呀，你当作是一回事来处理不是可以咯？那你的鸡饭哦，卖一杯隔壁的价钱可不可以？当然不可以啦。就是哦，不可以吗？哇，我还想来隔壁店喝杯茶吃个面，结果呢，你们隔壁店又漏水，又没有开档哦。有开，那个鸡饭档有开吗？你去吃鸡饭。哎呀，看到这里下着雨，都没有胃口了，而且又没有茶水，怎样吃饭哦？就是啦，那我们的包租婆啊都不会做，我们还可以怎样哦？不开档哦，又不关他的事，关于钱呢，也不关他的事哦。就是啦，这样刻薄的生意，怎样可以做下去嘞？嘿，够了啊，你讲够了没有？啊，还是等你们开了档我才来啦。小姐，小姐。哎呀，不用叫啦，难得今天有一个顾客进来，都给你吓跑了。如果你再不移开你的档口我们那真的是拦脚踩谁呀？哼，他不吃我的鸡饭罢了嘛，还有大把人吃，我可以送外卖的嘛，他因为死了。我要去隔壁买点东西啊，反正你们这样得空啊，看着我的鸡饭档啊。不可以移开啊！喂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的哦。包租婆歹拔琴啫啊，不开档不会饿死。可是我们的茶水档哦，少赚一天就是一天的钱。就是啦，过两天呐、那批包商就来收钱了，我们要拿钱给他哦。哎呀，你们快点想办法啦！办法呢？不是没有的。怎么样？你有办法，快点加。是说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啦啊！哎呀，我们现在生活都成问题了哦。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移包租婆的档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上咯，趁他不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他档口移开一点点，然后呢就叫装修佬来装修。那早上的时候呢，全部都成定局了，那他应该是会怎样的？哇，你这个办法很好嘞。不过姑姑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切，你管他，他高兴我们就穷死，我们不穷死他不高兴。你说要哪个？当然是不要穷死啦。对啊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今晚呢，我就联络装修了，偷偷进来这里装修啊。你跟文文呢，就负责看着包租婆，千万不要给他下来啊。OK， 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分工合作，不要穷死。耶、怎么客厅这么安静啊？就几个人而已了。包租公约人喝茶咯。对了啊，没有见到隔壁老的，他去了哪里啊？喝茶。哇，一人一句这样子啊，到底是喝茶还是什么吃饭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隔壁老是约人来喝茶，然后他再去吃饭咯。那这么你们两个好像很紧张这样的？没有，没有紧张，我没有紧张啊。最近一直下雨啊，所以我们的手冷到发抖啊。不要发抖啊，不冷啊，要这样冷，不要这样冷。有没有搞错哦？外面的温度哦，30多度嘞，你有本事手发抖？喂，你是生病啊？你们两个哦，怪怪的，一定有事情瞒着我，碰上什么事啊？没有，哪里有？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被他们传过来的哦。隔壁店进贼啊！快点下去看了。进贼？这么大个饭桶都会弄倒。哦，刚才在楼上也不知道会不会听到嘞。哎呀！咦？暗格？哇！怎么有这么多钱啊？一定是包租婆偷偷藏起来的私房钱。他一定怕包租公知道，所以呢，就不给我们动他的档口。你在干什么？把钱给我！
钱是我发现到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？这些钱我藏在鸡饭档底下的那个暗格，还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切，现在钱在我手上，我说是谁的就谁的了。喂，碧郎，你不要这样玩姑姑啦，快把钱还回给他。我不是不要把钱还给他的啊，我只是想问包租婆你啊，你觉得你的私房钱重要了，还是装修隔壁店重要啊？现在我的私房钱被你发现了啊，你说要装修就装修了。那我又问你哦，你觉得你的私房钱重要还是装修费重要啊？啊，这一轮啊，哎，隔壁老王死包租婆了啊。是啦，包租婆，你一早答应嘛，没输咯。隔壁老，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我没有想怎么样的，我只是想呢以大局为重。那看在这些私房钱份上呢，这次装修费你报答完了。喂，你不要这样过分哦，你。那，我不担保啊，我会不会告诉我包租公这些钱啊？哇，这是隔壁老有仇报仇啊！他不是报仇啊，他知道这些钱是我的命，他是要我的命啊！什么？我是以大局为重的吗？好了，我不怕了你啊！只要你给回钱我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哈！你要装修就装修，我出钱就我出钱了，你给我啊！我们可以装修。明明有六报的，为什么只有五报？哈！哇，还是他快。你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去哪里哦？隔壁家冇漏水了嘛，包租婆又答应装修了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下去看一看，顺便啊商量这个装修费哦。包租婆，对啦，我也应该出一份，怎么说我也是包租公嘛，应该出的。包租公你不用担心，那装修费呢，包租婆已经说他会给的啦。啊，真的？我老婆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大方啊？没有啊，我很顾寒的。既然包租公说他出一份呢，那就来了。包租公给，不如呢就连我们的私房钱。不用给，包租公不用给，我给就好了。我们是两公婆嘛，我的钱就是他的钱，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你们别这样子啦，这次姑姑啊真的很大方了的。我也是这样说。哎，怎么你们俩都乖乖的啊？你讲什么我都不懂啊。没什么啦，有些事情呢可能有人不要给你懂呢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包租婆大方，不想你懂我，所以呢他怕你啊很不高兴，他这样大方花钱。哎，装修隔壁店我是应该出钱的吗？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哎呦，包租公你不知道咩，包租婆这次出钱啊出得很高兴啊，很高兴啊。口水王，隔壁来了。对，隔壁店终于装修好了，下大雨也不用怕了。这样才是嘛，大家都有生意做了。哎呀，隔壁店不再漏水啊，大家都开心喽。你们当然开心得过啦，隔壁店不漏水啊，问题是我的钱包大出血啊。哎呀，包租婆啊，你捐血都无敌嘛。所以说呢，凡事呢都要以大局为重。你看哦，我们的隔壁店嘛装修好了，大家都有生意做啊，你的私房钱呢又不会被包租婆发现，就是很好。如果没有装修啊，大家又没有生意啊，那损失不是更严重。这个道理呢就好像啊建这个 MRT 一样，一定要牺牲一些建筑物的啊，有道理哦。问题是啊，你们的大局牺牲最多的人是我啊。消啦。